完美的身材很少见，高超的衣品可修炼。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贝伊莎贝拉，你的穿搭魔法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的美呢，仅仅是存在美图以后的朋友圈。但是以我多年的穿搭经验，真心想说一句，美图美肌不如美搭。学会生活当中一些最最基本的技巧，分分钟可以让你更加出彩，更加美丽。美丽有方法，穿搭有技巧。今天呢，就让我来分享第一节穿搭美丽经，如何告别矮胖短，穿出高瘦长。扬长避短法。爱美之心呢，肯定是人皆有之的，每一位姑娘心目中肯定有一面魔镜，每天都对着镜子在问，魔镜啊魔镜。那我呢，也有一面永远都不会说谎的魔镜，今天不妨来照一照我们本堂课的主角朵朵。魔镜魔镜，我今天穿的好看吗？拜托，你像打翻了颜料瓶一样，一个鹦鹉一样的腿短脖子粗的负分。拜托，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时尚，你懂不懂啊？我跟你说了，负分负分负分。怎么办啊？怎么办？怎么办啊？朵朵，怎么了？贝姐，魔镜说我一点也不时尚，我这是今年最流行的单品都在这儿了，让贝姐来好好看看。朵朵，贝姐告诉你，魔镜说的一点都没错，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我不知道。贝姐来告诉你，她真的，朵朵这么好的身材是非常标准的 S 型，但是从结构比例到颜色选择，还有就是包包和鞋子的配饰，都让你把你的好身材给浪费掉了。这个不是最流行最时尚的吗？对，这个都是非常流行的颜色，但是呢，你的身上超过了太多颜色，颜色搭配得非常好看，但是比例不对，而且鞋子跟整套衣服是不搭的，包包呢也是让你有一个很臃肿的感觉。所以现在贝姐愿意给你做一个改造，你愿意接受吗？我非常愿意。其实非常的简单，你们知道吗？朵朵在这一身几乎不用改变的情况下，主体单品不做变化，但是马上就能够美丽起来。你们等我一分钟。好啦，当当当当，朵朵，你的改造很轻松就完成了，你需不需要魔镜再给你打一个分？好啊，去看看吧。魔镜魔镜，我这一次怎么样？哇，脖子以下都是腿，不是仙女能是谁？80分。贝姐，很开心吗？是的是的。那你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吗？就是很简单的帮我整理了一下呀。那我来告诉大家吧，其实呢，朵朵的需求是说希望把今年最流行的撞色穿在身上，所以呢，我在完全不改变她着装风格的前提之下，其实只是在身体的比例上做了一个变化，把她的毛衣，粗长肥大的毛衣扎进去了，把高腰线尽可能的提升，这样子在整体的比例上呢，就从原来的55分变成了一个37分的高挑小美女。最重要的是，因为上衣会有一点点膨胀感，所以呢，我会把它的领子稍微的拉高，拉成一个稍微有一点点一字的感觉，这样子的话呢，会看起来脖子会更长。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tips 呢，就是把它的袖子挽起来。如果你们刚才记得的话，整个袖子浮下来，整个人也是非常的笨重，所以记住随时都把你的袖子稍微的露出一点点手腕，会非常的性感，同时呢也会非常的清爽干练。还有就是包包的这个部分，把你包包的原来扁扁的大包换成了一个很精致的黑色包，跟你的鞋子相呼应，那整个人就看起来又精致又高挑了。那刚才大家看到了，其实在主体的单品都不改造的情况下，只要调整比例，就会从一个负分变成一个高分。豆豆，我现在想问你，如果我把你上衣或者下衣的单品各换一件，你想不想知道有什么效果呢？我特别想。第一步，体型分类法。首先呢，我们得确认自己的体型。我们人的体型啊，就根据我们的肩宽、腰围跟臀围之间的比例呢，大致可以分为5种类型：沙漏型、梨形、草莓型、直筒型跟苹果型、
我们先暂停一下，拿起尺子，我们边看边量。沙漏型，你先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肩围跟臀围，看看肩围跟臀围是不是差不多，然后呢再量一下自己的腰围。如果你的腰围比肩围跟臀围要少20公分以上，那么恭喜你，你就是穿衣服最好看的那个类型了，沙漏型。这个身材的比例非常的完美，很有曲线，就像一个可乐的瓶子。怎么判断梨形呢？同样用测量的方法，量你的肩围跟臀围。如果你的臀围量出来比你的肩围至少要宽出2公分以上，你就是梨形没错了。为什么说是梨形呢？因为上半身会比较匀称，下半身会比较结实粗壮。草莓形，草莓形呢也叫倒三角形，同样是量你的肩宽跟臀围。如果你的肩宽比臀围呢要高出至少2公分以上，那恭喜你，你就是草莓型了。草莓型的特征呢就是上半身会比较的结实粗壮，然后下半身会比较的匀称跟纤细，像一个草莓的形状，是不是很形象？我们来测量直筒型。直筒型呢也叫做板型，因为很好理解啊。我们来测量，如果你的肩围跟这个臀围的尺寸差不多，但是呢你的腰围跟这两者的差距又小于20公分，那这个就是直筒型了。直筒型的一个特征呢就是直上直下，像一块板一样。那其实更形象的理解呢就是没有曲线，看起来呢就像一个直筒的样子。那这个也分为就是粗壮一点的呢我们称为 H 型，还有就是过于瘦削的我们叫做纸片人。苹果型，苹果型怎么测量呢？还是测你的肩围、腰围跟臀围三个维度。如果测出来你的腰部的维度是比臀围跟肩围都要大，那非常非常抱歉的告诉你，就是那种会为肚腩肉苦恼的苹果型了。我们想象一下苹果圆鼓鼓的样子，就是它了。想确认自己的体型，是不是这些方法超简单？有没有一边听一边跟着测量一下自己的体型？那除了这个最完美的沙漏型，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像苹果型啊，然后草莓型啊，还有梨型啊， H 型，这些有一点点缺陷的身材。所以呢，如果你一旦搭配不好啊，除了会让你的穿搭看起来非常的平淡无趣，也会暴露你身材上的特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会一些基础的穿搭法则。走进扬长避短第二步，基础穿搭法。其实不管你属于以上的哪一种体型，都遵循两大基础的穿搭法则。第一个呢就是整体平衡法。其实我们通过视觉上的这种此消彼长，让身材呢可以看起来显得比例匀称。那像上面讲到的最完美的也是最不挑衣品的沙漏型，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那如果你是其中另外的四种体型的任意一种，我们都可以通过巧妙的穿搭来平衡，在视觉上看起来更加和谐，也可以看起来更像完美的沙漏型。你看啊，像我们日常生活中见的最多的草莓型，有没有很多女孩子都苦恼说这个上面看起来很大很臃肿很肥胖，但下半身又很纤细，怎么去平衡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上面大就适度的让它去收缩，那下面过于纤细瘦小，我们就可以适度的去膨胀，这样在视觉上呢达到一个平衡，就有了一个整体和谐的感觉。你像草莓型这种上宽下窄的体型，最常见的呢就是在下半身的时候，我们多选择像阔腿裤啊、高腰伞裙呀，这样子把上半身的比例适度的拉大。但是上半身呢，我们就切忌去穿过于宽松或者过于肥大的衣服，同时呢也不要去穿过于紧绷的衣服，让自己的上半身贴着紧紧的，看起来显得很有肉。老师老师，如果我是头轻脚重的这个梨形身材该怎么办呢？那很简单，就是把它反过来，就是重点应该突出我们上半身，让它有一个拉横的效果，这样子整体平衡起来就非常的有曲线了。这种身材的姑娘呢，可以多选择像宽松一点的男友衬衣啊，包括宽松毛衣，都是非常不错的单品选择，看上去的效果就会更加的完美。总结成一句话，哪里不够补哪里，哪里过了哪里收。
它在视觉上匀称了，整体的平衡感就出来了。好了，我们现在完成了第二套改造，只是对多多的夏装进行一个改造。把它彩色撞色的裙子呢换成了一条高腰直筒微喇的黑色裤子，那高腰呢能拉高腰线，像我刚才讲到的重新构成比例，让它看起来胸以下全是腿。另外呢直筒让人有一种很惊艳的感觉，再带一点点蕾丝的这样的一个阔腿边，就既性感又非常的拉风。鞋子呢是选择一双黑色的尖头皮鞋，这样整个裤子跟鞋子融为一体，有非常拉长的效果。包包呢就是非常保险的，选一个黑色的小拎包就可以了。唯一的亮点是在于有一个黑色的襟扣，这样全身就显得不会过分夸张，但是有一点点小细节。多多，你现在要不要再问问魔镜给你多少分？好啊，魔镜，这套 look 你给我打多少分呀？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给你打85分。开心吗，多多？非常开心。我们要不要继续？好。好，我们现在来进行第三套 look 的改装，换上多多刚才的裙子，但是对上半部分做一个小小的变化。基础穿搭法则第二点，扬长避短，把优势展现出来，把自己的缺憾藏起来。我们女生呢，很多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把你认为你身材最显著的地方去重点加强，这个时候呢长处的地方细节可以稍微夸张一点，然后我们色彩也可以更加的丰富艳丽一些，但是对于我们的小缺陷或者是不足的地方呢，我们就花一些心思把它藏起来，尽可能的让大家看不到，这样子呢就重新取得了一种扬长避短的视觉效果。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啊，如果你的腰围很细，那你呢就多去选择一些可以充分的展示你腰很细这个特点的衣服，比方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在腰部上面这个拼色的设计啊，或者是一些褶边的设计，把你的这个优势充分的展现出来。但是如果你的腰围很粗呢，就尽量的把它盖起来，让别人尽少的可以注意到它。总之呢一句话，哪里不好藏哪里，哪里好看炫哪里。贝姐，我脖子短的话是不是要藏起来呀？傻姑娘，那样就没有脖子了，脖子是需要我们单独的做拉长的视觉效果的，像这种 choke 的潮流咱们就别跟了好吗？而且像箍着脖子的这种圆领的衣服也不要再买了。像我们日常中遇到最大的问题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长处跟短板，所以呢就会出现很多扬短避长的反面案例。扬短避长之显胖，这位120斤的产后妈妈选择了一条直筒裙，她以为没腰的款式呢能够特别显瘦，但她不知道这样啊反而暴露了她腰粗肚子大的缺点，反而显得更胖了。扬短避长之显矮，这位身高1.5米加的姑娘呢就特别喜欢穿蓬蓬毛衣再配上一条蓬蓬裙，视觉上生生的就给拉横了，整个人啊膨胀的不行，看起来比真实身高矮了足足有10公分。扬短避长之显短，像很多姑娘呢都是55分的身材，但特别喜欢穿过臀的长款上衣和紧身裤，到了冬天还特别喜欢穿跟裤子不同闪的短靴，在视觉上整个身材就被截成了三段，上面特别长，中间一般短，第三段特别特别短，看起来极度的不和谐。看完这些案例啊，你会发现其实多数人的这个穿搭痛点共有的体型短板，脖子短，肩窄，大腿粗。那么如何克服这些短板呢？答案就是扬长避短的第三步，高瘦长的穿搭法则。穿出高瘦长的视觉效果，这是穿得好看的共同规律。贝姐现在就要告诉你的好消息是，你不必拥有像模特一样的完美身材，也可以穿出高瘦长的视觉效果。第一点，不再拿矮当借口的增高穿搭技巧。显高可不是简简单单的穿上高跟鞋就好了，但是我这里有8个显高原则，你可要记住了。显高原则一，短上衣原则。直筒长上衣呢会显得我们腿很短，全身比例看起来很不协调，所以说上衣越短越显高，
显高原则二，高腰裤原则。低腰裤会显得你又矮又胖，哪怕你是超模哦，腿长已经1米8，在这一点上也不管事儿。裙腰或者裤腰越高，你会越显个儿。裤型如果选择直筒或者是微喇、阔腿这样的裤型，在视觉上会比紧身高腰的裤子更显腿长。显高原则三，腰带拉高腰线原则。直筒裙这样的没有腰身单品啊，会显得我们又矮又短。像连身裤、连衣裙，我们都可以通过腰带从视觉上营造出胸以下全是腿的气场。腰细的姑娘呢，你的选择就很多了，可以选择细腰带、宽腰带，随意就好。但是腰粗的姑娘，我会建议你更适合去选择细腰带。显高原则四，材质原则。越蓬松厚重越占地方的衣服会越显胖，比如像马海毛、粗棒针的毛衣，但是越精致细密的衣服会越显瘦，比如像精致的丝绸、棉质、密度高的羊毛跟羊绒。显高原则五，花色款式极简原则。大花的几何图形呢，会显得很胖，因为它有膨胀感。如果你想看起来像个大肉球，那就穿大花吧。大面积的碎花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在视觉上会看起来很密集，有膨胀感，慎重选择它。最重要的是，碎花如果没有穿好，会看起来很村姑。直条纹在视觉上有拉长的效果，显瘦又显高。显高原则六，巧穿鞋原则。像我们短靴啊，脚踝绑着带的单鞋或者凉鞋，都是我们显高的一个禁地。尤其是和衣服不在一个色系的时候，你的头部、上衣、裙子和鞋子，以及裙子跟鞋子之间的这些部位，生生的把身体割成了5个部分，视觉上你觉得还能显高吗？绝对是不可能的。像厚底鞋跟防水台高跟鞋也是穿搭的禁区，因为虽然它是高跟鞋，但是看起来很笨重，在视觉上呢，也会有一种很粗壮的感觉，看起来不够柔美。在鞋子方面，最佳的选择是尖头细跟鞋，它是最具有纤细感的鞋子。夏天呢，最好穿接近肤色的高跟鞋，秋天，如果你穿了厚丝袜配单鞋，最好也是黑色。冬天黑色紧身裤配黑色的过膝靴是最显瘦显高的方案。如果穿裙子的话，裙子一定要盖住靴子，否则腿被裙子和靴子横割成了三段，看起来腿就又粗又短了。显高原则七，不对称原则。横条纹显胖，但是不对称的款式或者斜线的图案会让人看起来显瘦显高，比如斜肩上衣啊，斜裁的裙子啊，这是很好理解的，因为斜线在视觉上有了拉长的效果，看起来自然就显高了。显高原则八，同色系原则。颜色太多太杂，你的身体看起来就被割裂成了好几段，一定是会显得又矮又胖的。但是同色系，比如像套装或者是上下装自己搭配成同一个色系，上下连贯，有一个整体一致的感觉，视觉上自然就显高了。视频下方的课件栏里面呢，就有这8个增高原则的参考图，大家课后可以对照练习起来。不用减肥也能穿出看起来瘦10斤的效果。显瘦呢，是穿衣技巧当中的重中之重，就像短粗不分家，这个高瘦啊也是一家亲。当你穿得显瘦的时候，你的体型其实看起来也变窄了，在视觉上呢，自然就会有一个拉伸的效果。那显瘦的同时呢，你看起来个子也变高了。那很多姑娘就说，黑色最显瘦，我穿黑色不就得了？但是如果把你衣柜里的衣服全部换成黑色，会不会太沉闷太无聊了？所以在显瘦方面，我有4注意。显瘦注意一，胖的地方坚决不露。如果你的腰很粗，肚子上又有肉肉的小肚腩，就不要再去追赶时下流行的露腰装了，
因为这会有一点让你自取其辱哦。坚定不移的把有赘肉的地方都给我遮起来，有小肚子肉的不要穿露腰装包身裙，胳膊粗的不穿无袖衫，腿粗的不穿超短裙。显瘦注意二，远离显胖的一切款式，像细节过于复杂繁琐、过于肥大或者过于紧绷的一切单品都可以把它扔掉了，像什么泡泡袖啊、蓬蓬领啊、蓬蓬裙啊、透视装啊，还有紧身衣、紧身裤、紧身裙。那越简单的款式，越简洁的剪裁，越合体的衣服，越能够让你显瘦。不要过于肥大，也不要过于紧绷，更不要有任何累赘的装饰物。显瘦注意三，远离显胖的一切面料，亮丽、厚重、蓬松或者透明的面料都是显胖的面料，像素色轻盈的面料，比如像真丝、轻薄的棉，都会显得很瘦。显瘦注意四，远离一切显胖的花色，亮色的、大花朵的、多图形的、特别复杂的，这些花色都会让人看起来更有膨胀感而显得胖。那浅色自然是会让你看起来更瘦，尤其是黑色、白色，像单色，我们知道最经典的就是黑白灰这三种颜色。那在不选择黑白灰的同时，我们可以尽量的去选择一些纯色，而不是选择有花朵或者图案的花色。企鹅短脖也能改造成天鹅颈，脖子的长度决定了女人的优雅度，脖子美的姑娘也会有天鹅颈的美称，像赫本，像练过舞蹈的刘诗诗、刘亦菲。那怎么来判断脖子的长短呢？咱们再先暂停一下，来量一下脖子。那脖子的正常长度是在6到9公分，如果你的脖子小于6厘米，那你的脖子就短了，如果高于9厘米，脖子就过长，处于6到9厘米之间的就是一个正常的脖子。短粗不分家，脖子短的姑娘如果穿衣或者搭配不得当，必然同时还会显得你的脖子非常的粗。那怎么办呢？如何显脖子长？我这里有五不要法则。脖子显长，第一不要，不要裹起来，开口的空间一定要给足。怎么理解呢？就是要把锁骨以下的三角区尽可能多的露出来。很多人其实有一个误区，以为自己脖子短就应该捂起来，其实看起来反而更显短粗了。衬衣扣子扣得严严实实，小 V 领正好卡住脖子，都是错误的方法。正确的方法是衬衣开到第二到三颗扣子的地方，质地挺阔的面料呢，我们还可以把衬衣竖起来，大 V 领也是非常好的选择。脖子显长，第二不要，不要填充肩部。肩部垫起来以后，从视觉上脖子起点的水平线就无形当中拉高了，看起来脖子就短了。垫肩的衣服我们一定要 say no， 那无垫肩或者溜肩的衣服就是很好的选择了。脖子显长，第三不要，不要穿质地厚重或者蓬松料子的领子。这个很好理解，厚和蓬松自带膨胀的体质，你比如像大毛领啊、花边领啊，这些松松垮垮肥大的领子我们都可以把它扔掉了。那在夏天呢，我们可以选择像丝质、棉质很精致的领子，到了冬天最简单的就是用薄薄的羊毛领或者是羊绒做的很简单的领子，越极致越显瘦。脖子显长，第四不要，不要半低不高的高领。这个也很好理解，就是脖子留一半遮一半的高领衫，你像最好的是紧口的羊毛或者是羊绒毛衣，把脖子最大面积的全部遮盖起来，脖子和上衣就融为了一体，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整体。但是注意哦，你的这个领子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服帖，确保没有任何的褶皱，视觉上就会有一种很修长拉伸的感觉。脖子拉长，第五不要，不要戴颈圈链，紧紧的箍着脖子的项链是坚决不可取的。视觉上的亮点是越拉长越能显得脖子修长，
那我们就把勒紧脖子的短项链全部扔掉吧。最好的选择是离我们的颈部有一点点距离的吊坠链或者是 V 字链。永远记住，脖子的问题短粗是相连的，短粗的问题想通过这种宽松的高领去把它遮盖起来，反而会显得更粗短了。那我们有两种方法，要不呢就大大方方的把它露出来，要不就服服帖帖的把它遮起来，这样通过视觉上的延展感，脖子自然就看起来修长了。好啦，豆豆的第三套改装已经完成了。豆豆，要不要先去问问魔镜这次给你打多少分呢？好啊好啊。魔镜魔镜，这套 look 你给我打多少分呀？太完美了，给你打100分。我的天，文姐开心吗？豆豆特别开心。那豆豆，你想不想知道魔镜为什么会给你这么高的分？特别想知道。好的，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这一次呢，是对豆豆的上装做一个改装，在保留她这条非常喜欢的撞色裙子的情况下呢，因为裙子的主面积是绿色，然后中间有一段蓝色，所以呢帮她选择了一个跟绿色相呼应的同色系的短款上衣，而且在鞋子的选择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就让它有一个整体性，所以主色调是绿色加蓝色，这样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清爽，而且呢鞋子把它换成绿色以后不会像黑色那么沉闷，最重要的是配上了这个白色的小包包，因为夏天到了，这样穿上去就非常的有清凉感，所以是满分100分，特别特别的喜欢。嗯，是不是想穿它去约会见闺蜜和男朋友了？想每天都穿着它。OK， 本集的核心内容今天就到这里啦，我是你们的，等一下贝姐，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为什么我买贵的也不好看，买流行的也不好看，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不会搭配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穿搭这件事情上呀，很多姑娘确实呢花了很多的钱，搭进去了很多时间，可是穿出来呢还是很糟糕的效果，确实是挺糟心的。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陷入这样乱买乱穿的陷阱呢？其实你踩进去了两个大坑。第一个坑就是某宝坑，我们在网店上面买衣服的时候，看到模特穿得好看，就很容易把自己的身形忘记了。你像胳膊粗的姑娘，可能买了一堆无袖的上衣，腿粗的姑娘呢，可能买了一堆这个特别紧身的牛仔裤，还有就是脖子短的姑娘去追逐匹特潘风，然后买了一堆要把扣子系得紧紧的上衣，这样看起来的效果肯定是不好了。那这第二个坑就是乱赶流行的时尚坑，什么流行追什么，潮流元素不经消化，一股脑的就往自己身上堆砌，也没有看看适不适合自己的体型，最后就掉进了这个时尚坑。最鲜明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家还记得在几年前流行的九分黑丝袜配短裙或者短裤，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那这个呢最早是从超模圈里面流行出来的，超模穿着好看啊，因为他们是又直又细又长的大长腿，但是我们会发现大街上甭管是高矮胖瘦都穿上了这个潮流，但是你像胯粗腿短腿粗的姑娘穿上去真的就很难看很难看，为了流行付出这样的代价真的有点不值得。就是这两个坑啊，不知道身边有多少的姑娘白花花的银子全部花掉了，但是到头来呢，要不就是发愁依然没有衣服穿，要不就是买到的衣服穿上身真的是很丑很丑。镜头前的你清醒了吗？不是你矮，不是你短，不是你胖，是你不会穿呐。第一步，了解自己的身材体型，利用扬长避短的穿衣法则，掌握了最基本的这些穿搭规律，你立马可以焕然一新，变成一个更出彩漂亮的你。光看是没有用的，这节课结束以后，你必须马上为自己做以下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测量，对照表格，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体型。第二个，对照表格，对号入座，看看自己的穿衣方面，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
第三件事情，视频下方的课件里面呢，有我们今天的穿搭对比图，可以马上的把自己的衣柜重新整理一遍，对照我们今天课程里面的内容，看看哪些是适合自己可以留下来的，哪些不适合自己的可以果断的把它扔掉啦。还有就是整理完衣橱，可以对着镜子试着做一些衣服穿搭的搭配方案，相信我，你一定会可以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完美的身材很少见，高超的衣品可修炼，请继续跟着我，把自己穿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下一集我将教你如何跟着明星快速的学会穿搭有范，不要走开，片尾还有彩蛋，我们下期再见啦。彩蛋时间，来跟大家聊聊色彩。因为我发现身边很多姑娘对色彩都有一个执念，她们认为说，我上穿搭课难道第一步不应该是了解色彩吗？我适合什么颜色呀？什么样的颜色搭配最是适合我的？结果呢，花了很多钱去上色彩搭配课，但是回来以后更加的迷糊，因为更加不知道怎么选衣服了。其实非常的简单，对于色彩这块，我就分享两个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避免黄色跟紫色，因为作为我们东方人，皮肤其实是偏黄跟暗沉的，而且我们的亮泽度也不高，所以呢，尽量去避免跟自己肤色相近，或者是让自己的肤色显得更加暗淡的颜色。那黄色跟紫色就是最鲜明的两种颜色了。其实你们可以脑补一下，身边或者是明星很难有把紫色跟黄色穿得很好看的人。那第二个法则也非常的简单，就是让你自己身上的颜色永远不要超过三种。当然，如果你是时尚 icon， 或者你是要去开演唱会的娱乐明星，那你是完全可以把自己穿得非常的这个花枝招展。但如果是平常人，最安全保险也是最有品味和高级的穿法，是不要把自己穿成一个颜料铺，永远不要在自己的身上超过三种颜色。在色彩搭配方面，你只要记住这两点，就很难出错了。